没有。那这样，那我们再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给你一个许愿的时间，好不好？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没有啦，什么？好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们的，来，我们听一听舒心孝慈有什么话想分享给大家，或者能分享一下你其中的一个愿望。愿望就不说了，愿望藏在心里，好吧，让它实现，感受吧。其实很，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环节出来啊，所以有做准备。搞得我很紧张，一直在来跟他说游戏规则。你好厉害，我现在都有点，我真的是投身游戏刚才，但是我现在是更多是感谢了。我觉得刚好在今天发生这一切，其实很凑巧，也很幸运，也很荣幸，还是感谢最多，感谢我们的白棋，感谢我们的心。不好意思，我一说感言就会有点哽咽，我一说感言就会。虽然大家共苦不好，过去这一年我觉得不算同甘，不算共苦。我也感谢我们的超级爱豆，感谢博手文化，也感谢我公司，我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感谢我的队友们，我的所有医疗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让我们再次一起祝邓孝慈生日快乐。好嘞，我们请摄影老师帮我们的孝慈拍一张生日的大合照，好不好？我们反过来，是不是？好，请九位呢 ，Xbox 的成员，我们反过来，我们要孝慈，我们移到这边。